那个小丑与尼莫的那个画展。这里啊，他嘴巴还在吃东西，你看，他嘴巴吃东西。他刚才吃到了小鱼，你看还没吞下去。哎，说。大家都要找他吃东西啊。长大了就。来，嘴巴在这。太嚼了。对啊，嘴巴。Thank you.